同史隆嘅分店一樣咧，這個腳底按摩嘅地帶依然有呢個閃閃星嘅天花板啊，方便大家一邊腳底按摩一邊睇星星。價錢嗰方面咧，新張期間至到2019年12月31日咧，一小時計都係350匹。喺呢個位置，除咗人同腳可以充電，手機都可以充電喎，加上每個位咧都有呢個 USB 嘅充電插頭。與此同時，呢度仲有一間房，冇錯係一間房，可以做一個 oil massage， 價錢一小時650匹。呢一間咧就係泰式按摩嘅房，價錢一小時計400匹，環境都 OK 喎，夠寧靜啊！咁究竟呢度啲師傅手洗好唔 OK 咧？嗱，經常講咧，只要你攰咧，間間按得你 OK。只不過呢一間第一新開張咧，第二環境唔錯，第三喺唐人街附近啊。於是乎，若然你去開唐人街又攰攰地嘅話，都不妨嚟一試啊！講過好多次，但係都要講就係話，究竟邊間店呢？邊個師傅好呢？嗱，即係咁講，舉例喺 A 店啊，七嬸好好，但係七嬸我覺得係好，因為佢練得夠夠型，但係對於你嚟講，可能練得係夠痛啦。又或者七嬸本來你覺得係正，但係啱啱嗰日咧嚇佢病喎，或者個老公走佬心情唔好，甚至乎俾人嚇鬧完喎，都會影響到佢嘅情緒同埋手勢嘅。又或者啲人成日講話，喂，臨夜臨瞓之前做按摩係最好，你就好，人心欲做，佢練咗成日攰到不得了，諗住休息啊，無端手入嚟都會影響到佢，又會影響埋你，所以千祈唔好深夜啫做按摩。咁若然每一離開唐人街，都不妨嚟呢度試試。店名就係叫做 Body Tune。